自己要判断啊，是不是太浅了，或者是太深了哈、啊。你看刚才那，你看我做两个示范哈、啊，那个就浅，那个深，可是又缩了，又差不多了啊。嗯。说这个呢，最主要就说在哪里呢？说在很比较不容易渲染的地方啊，像这种地方啊，这个呢就比较容易，就不需要，啊，外边的都没有关系，这些都比较容易的，啊，这个也比较容易。